这话赶上真疼了。到底活了最后一个王自健陈若该上场了。今天的节目是我最爱听的，也是我点的，叫《解放战争风云》，涨起来！去肾功了，哎，腰不好，上海有床戏去，为了一件事，这个怎么不是为了艺术呢？哎，就娶周杰伦、毕福剑去吗？不娶我去吗？是是不是？你还年轻，就是谢谢大伙。对，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哎，不敢，我，您朝我这儿比划，新生代相声专家，专家，表演艺术大师，著名节目主持人，您伤的不止腰吧？脑子受什么刺激？上台这么介绍，王自健，哦，得益于。自己的努力，准备没接呢。领导的重视，啊，对对，社会各界朋友的抬举，哎，仅此而已。嗯，但是呢，嗯，我说半天还是没我事儿。马上要说您了，哎呦，好不容易，也得说我这个搭档，哎，不容易。陈硕老师，是我了不起的人啊，那不敢。而且来讲，人家呢，家里头那个怎么说来着？嗯，叫书香门第。就算是家里头太好了，嗯，一辈子就是叫怎么一方豪绅，不是叫一方豪绅呢？这是世代书香，哎，豪门大户，嚯，哎，豪门大户，豪门家里头，我是怎么着？这是你豪门的这个什么豪门的？豪门的熬多好，你叫熬多，说这意思，家里有钱，嗯，完了呢，身份也高。是吧？在家了，尤其他热爱的、大少爷央子，日本人那是叫央子啊。这他说那有钱人家小孩不小好，那个央子直寡子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直寡子弟，跟家庭没什么关系吧？这个纨绔子弟。玩裤子的，哪儿丑？该玩裤子呢？有什么？不是纨绔，纨绔，纨绔子弟是是，家里不干活。哎，对，解放前就是，他爷爷就有钱，到他爸爸，到他就没干，家里大少爷央子嘛，谁干活？啊，别央子了，是吧？好些日本娘们儿，你说这俩人像什么样？大少爷央子，哎，对，哎，少爷央谁干活？解放后不行，对，都劳动人民，哎，是他跟家不干活。是吧？他妈就老恨着你，哎，你跟家你一个手指都不带动啊，动一动，你生气了，跟他妈就是，幸亏没出宫这个，对吧？书香门第啊，书香门第，就说这意思吧，就这么尊敬老人，这什么尊敬什么了？这动一，你这，哎，说这意思，家里头，尤其他父亲也了不起，怎么说那个？文人，就这么说吧，大文人，好家伙，天天跟哪儿都飞，逮谁盯谁，公文吗？不盯人，文人，大文人，文人呐，文人墨客，文人就怕蝙，就怕蝙蝠侠跟蜘蛛侠，还是蚊子啊，文人就怕。对，温子曼，你啥 ？Spiderman 跟 Fatman， 温子曼，温子曼，你这还温怎么起啊？什么乱七八糟？这英雄啊？什么英雄啊？你蚊子能英文人呀、啊？哎，是是是，没在虫子边啊。就是说文嘛，就特别文，文墨之人。这个怎么说呢？叫著名编辑。啊，编辑什么意思啊？父亲，编辑，编辑啊！哎，编辑著名的在北京。中央电台，电台编辑，倒是北京是中央的呀，就中央，中央就在北京，知道吗？早分裂不行，谁？中央就在不在北京？我知道在，不在西南，知道吗？你别就是别。中央是不是在？你们说是不是在北京？是是是，肯定在啊，千秋万代都在这儿，上千。
不是，你别说，北京电台，中央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还人民的，天天听这玩意儿，我难受啊！这啊，没听说过人民，东北吧，东北吧，没听说。你原来我老北京人有这个东北口音，你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剧名编辑，剧名叫什么来着？陈连生，陈连生，哎，我说，姓陈名连生，字自健，你什么事啊？碍着你什么了？没有字，都新社会不带字，这新社会不提这字了，哎，不是不提就没有啊，就叫陈，对，陈连生，陈老爷子，著名编辑，这个为咱怎么说？为我们这个起码说曲艺行业，再说小一点啊，相声行业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抹它干嘛呀？磨灭，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永不磨灭的贡献。这啊，这玩意儿，咱就说在相声啊第一次高潮期，有凭什么变？就是第一次发达时期啊，不叫高潮。那么张坤先生啊，是哎，这个李文华先生，孝林先生，对，李国盛先生。等等等等，对，牛群、冯巩、刘伟、马季，哎，是，就这些位啊，那个时代，那都是靠他爸爸红的，那不敢这么说，一臂之力。那会儿这什么呀？有相声大赛，哎，对，哎，全国相声大赛，这帮人参加，他爸爸评委，是不是评委？那会儿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关系啊？就形容参赛者跟评委那个关系啊，一个老词儿叫潜规则。潜规则。别，很文雅的，这还文雅呢，我说啊，那好那口能有我吗？你说这没听说过，不叫潜规则，没有，这么说很不文雅，这废话，文什么？叫断袖，这还是那个。啊，对呀，有懂的，这是没有，不是这层关系，龙阳君啊，什么什么。就是吧，哎，演员之间的，演员之间的，哎，短袖关系，你得，现在叫耽美啊，耽美行了，别老糟践这字眼。那时候也是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吗？响应什么小平同志？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是小平同志说的吗？是啊，所以他们就搞这个1010的世界。行了，不爱这女的是二进制，什么二进制？对不对？这你回去看录像，慢慢琢磨，没意思的话。怎么说的吧？反正就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哎，这应该他们在你附近觉得啊，这个小伙子，我这个作品不错。还心术不正。别色了，哎，一会儿看姜昆长得漂亮吗？哎，是。哈，这个作品，哈哈啊，是吧？这怎么当的评委啊？这当时姜昆那个作品名字也很好啊，想入非非。你这啊，这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哎，还有人孝林，哦，这个大痦子，别盯着看这个。是啊，作品好，演作品好，作品好，托你一把。哎，对，这个就成明星了。对，多少人刚才说的姜昆，什么赵岩，对，什么刘伟、冯巩、孝林，是王千祥、李增蕊，就这些人，都是他爸一托，就是哎，跟他一托成名。演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叫一拖成名啊！不刚才这么拖呢吗？你敢这么拖？这是一拖啊成名！你先行了，不要这身上。你看像那花标奖，你先行了。你这花标奖都敢这么高？飞天鸟？没有。金鸡奖，哎呦，百块的比赛就是金马奖，哎呀，金马
钱。金钟奖，哎，是是是，琢磨去吧，琢磨什么呀？成名了，哎，反正就很了不起的人，哎，是一老色狼，哎，了不起。到退休的时候，你说那身体还能要吗？你看，活下着了，这就不错。对国家的曲艺事业鞠躬尽瘁，哪儿看出鞠躬尽瘁来了？他一鞠躬，后头碎。就招这个。行了，别来这个了，还讲？这个行了啊，没一句人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辈子干，就是一辈子干曲艺，哎，对对，很劳累，很劳累啊。嗯，完了呢，到老了，当然了，国家也是给了很多的荣誉，这国家一下子，哎，给了很多的荣誉，什么最佳曲艺编辑，哎，给了中国曲艺突出贡献奖，是是是，什么什么最佳电台编辑奖，嗯，什么最佳文艺爱好者奖，是最佳文艺作者奖，对 对，反正就你到退休那天嘛，啊，就这些个奖杯奖状锦旗，是就都买回家去，已经都买好了。一个圈儿啊，是吧？全是自己趸来的，是吗？这国家发的，说这意思吧。嗯，为什么说你父亲干这能干得这么好？嗯，你说相声能说这么好啊？为什么？他搞了一辈子的相声。对啊，演员，你现在必须正经。听我说完，他搞了一辈子的相声，哎，演员们对你就很熟悉了。是，你别大喘气了，他们乐的我不能不停了。你这，你是不是没教过你让包袱口的这怎么说话？你真不懂，外门搞了一辈子的相声，哎，演员们对你很认可。哎，你这么一干相声了，嗯，他们呢等于说你这份子承父业。你别往这儿，是吧？哎，是是是，子承父业。嗯，但说你爸爸为什么广播事业也搞得这么好？嗯，也算是啊有传授。哦，有传授，祖传是吗？那是谁传的？这是，嗯，你奶奶。哦，那就是那都你奶奶呀，你奶奶干嘛的咬牙切齿的呀？我奶奶是不是？我奶奶也搞曲艺的，我没听说过呀。不是搞广播的，啊，搞广播的，著名广播，嗯，播音员，我那也了不起啊。那意思那是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嚯，那时候了不起，最好家伙，那什么，嗯，就是你奶奶的广播呀。你奶奶那么难听啊？那怎么说呢？他老人家，陈佩斯的包袱也用是吧？就潘老人家，哎，潘老人家，你这是拽了啊？没那个潘老人家吗？他一个心代表尊重哦，哎，潘老人家，潘老人家，哎，这个广播作品啊，嗯，现在人知道的少了，岁数太大，但是说搁过去，嗯，那就是了不起，哎，都听，就跟今天新闻联播这些主播一样，比他们还得啊。李修平，嗯，李瑞英，是是是，尤其罗京最像你奶奶。奶奶什么嗓子呀？这是啊，又拿男的女的比了，地位像，多大腕儿？地位上，嗯啊，最好的一次广播，嗯，最知名的啊，49年10月1号的广播，哎，你奶奶播的。你这，哎，是我先不考虑你口音啊，这开国大典那天，你奶奶播的。了不起啊！各位可能没听过呢，是是是，我给大家瞧一瞧。哎呦，太好了，珍贵的录音。开国大典那天，哎呀，1949年10月1号，你奶奶的播音精神学多好呢！哎，提到这个时代，他是这样的，播音是这样的。哎，好，先开始签针响，对，哎，完了以后播音的声啊，哎，中央社10月1日重庆电，向总统于昨日飞抵重庆，召开总部大西南支军事会议。吴宗南长官指出，我国军将士整戈待旦，立马莫兵，以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势，巩固重庆之防务，阻击各路流窜入汉之共匪，重庆防务固若金汤。好，好，好，
废话，我打死你！说这么热闹，好家伙，捧个乌腰乌腰，改我奶奶国军那边去了。什么什么国军那边啊？匪军那边。这是你奶奶？就没事，就等会儿，等会儿。那跟你说的，好家伙，十月一号吧，你开国大典吧，又给扔那头去了。不是扔那头啊，啊，他企图在那个邪恶的城市搞邪恶的颠覆运动啊。哎，他怎么这么多劲呢？哎，对了，来，有人说什么？谁到了那儿都有串串串串。行了，不提那了。咱就说，这你奶奶这还算不错啊，是吧？后来跑台湾去了。哎呦，跑台湾去了。相对之下啊，你爷爷就好很多了，是吧？那我爷爷是咱们共军这边的，也不是。你没好合着。他呀，算是被咱们呀我军俘虏的啊，哎，抓的俘虏。哎呦。也算是回到人民怀抱就不错了。哎，反正说这意思吧。哎呀，好好。哎呀，怎么着？当时啊，他比你奶奶军衔要高，是吗？那个、哎，他是一个呀下士。下士。我奶奶还干点什么不干了？我全国人民都听起来就一下士呢。编外的，编临时工嘛。这次还没潜规则呢，是吧？不是，你奶奶不，你奶奶就上位了啊、哦！我奶奶上，你奶奶到底谁高啊？这个，你奶奶下士，你奶奶不是原来呀、啊，跟着你爷爷那会儿他没官，后来你爷爷逮起来，他一跟别人他就上位了。你这么个上位啊？我说他就成功上位，行了，托没那事儿，一托成名。你现在这还有传说是没听说。哎，不管他是啊，就说我就说这，你奶奶那会儿上位了啊，你爷爷那会儿啊，少校，哎，这里面就高，军官很大，嗯啊，尤其那会儿在谁的指挥之下啊？谁啊？在傅作义，哦，华北剿总，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对，那是总指挥部，嗯，在那儿呢，他呢，但是他平时这样不穿那个匪军的军装啊，不穿国军的军装，那土穿，哎，他穿美军军装，嘿，那精神啊，那个。哎，为什么呢？他呀是也是这个军统局嚯派他进入的这个美军的空军伞兵总这个指挥部哦，伞兵指挥部。美军当时支援国民党巩固北平防御，是在保定那块设立一个空军伞兵的一个指挥部哦，在那儿有美国的顾问团，对对，哎。指挥部的总司令，是一个少将哦，少将，美国的一个空军少将，还有一个呢，他的助手是一个上校哦，一个上校，美国一个上校，是你父亲呢，给这俩人啊，当这个翻译啊，当翻译，同时的兼副官，兼副官啊，那兼任的副官是吧？哎，对，伺候着你，是，后来呀，那美国人就天天跟着人家嘛，穿美军军装。哎呀，大檐帽是，哎，带着美军的那个哎，领章，陈秋英的那个领章，对对、哎，这虎头战军，五彩虎头战军，怎么改评书了这个？啊，什么叫五彩虎头战军？美军的那个飞行员，空军的那大军靴，哎，那漂亮，倍儿来劲，天天走路咔啦咔啦的，这气质，美女啊，这怎么着？咔啦咔啦的，你觉得美军供给的，你父亲的身材穿得进去吗？哪有小号？你父亲个矮呀、啊，没有小号的呀，哎、个特别矮。你这喜欢唱快板？你这后台还送一道是怎么着？不是丁志恒，谁那么矮？谁也没是。跟这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没关系，没那么矮。就说这个矮，脚小，哎，是脚小。嗯，过去斩个缠足嘛，哎，对吧？男的嘛，爷们缠什么足啊？啊，就是新鲜好玩，没听说过。而且说这意思，穿那个那美国空军军靴，哎，这天天咔啦咔啦倍儿来劲。哎呀，实际您看着给人家肩副官，嗯，实质上呢是军统局。毛人凤，派的这个地方当特，哎呦，还是大，哎，老毛特，哎，是，毛局长，毛人凤派来的，哎，对，毛人凤，哎，就说这意思吧，对，天天跟着人家耀武扬威，那是吆五喝六的，是，特别好，嗯，哎，特别好，嗯，然后呢，有一天。
这爷仨呀，啊，准备呢上这个天津啊查查防务去。哦，北平天津查查防务去。嗯，你知道这美军军官跟国民党军官不一样，怎么呢？人家军事素养很高。对，这倒是。国民党军官尤其到抗战这个解放战争后期的时候，嗯，就无心抵抗啊。这倒是。哎，解放军一过来，把枪举脑顶上，哎，奔地一跪，美其名曰叫起义，是吧？什么叫美其名曰呀？哎，就是起义，实际就是叛变，就是投降了。别说乱了，就投降了嘛。哎，对，就说这意思，实战就没有战斗力。对对。但是美军不是，嗯，人家是为自由而战。嗯，我听总统，总统让我上这儿打，我好好打。对，人家这个这俩人尤其是啊，嗯，西点出来的，我西点军校，你琢磨了，那什么不会？那什么叫气死蛋糕？飞行器。好家伙！滋，过来，你也别蛋塔做的最好。哪个西点呀？这个人军校。改位味儿多美了，你那个西点吗？做哪个西点？不是西式点心，我还是逛你的，这西点。在江湖就没有那个，再说一遍不一样。对对对对，西点军校，西点全是最大军校。西点军校出来的，好家伙，那了不起吗？厉害，了不起啊！哎呦，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是雷锋精神的。雷锋嘛，说那意思，嗯，得好好考察考察防务。是是，上个飞机飞过去，空军嘛，对呀，从保定过北京，哎，飞到天津，是一共这人他得琢磨，你琢磨什么？哎，这泽泽，你爸爸得请示啊，啊是啊，将军，煎的肉，煎的肉，非得找回来。咱们吃点什么去？你这啊，俺的饿饿。哎呀，这将军没说话呢，嗯，那个上校说话了，对对，咱们就吃点嘎巴菜吧。你说不是美军上校，天津口人语言天赋很强啊。搁在保定那儿一段时间，保定话说倍儿溜。啊，驴火吃下去，把舌头过。你这就过掉了。哎，完了以后呢，去过几回天津，吃了几回嘎巴菜、大饼卷果子，那一下天津话说也特别好。当兵兵嘛，吃嘎巴菜吧。哎，行，嘎巴菜吧。哎，行行，对对啊，飞了半截儿，快到天津了，傻了。怎么？正赶上啊，嗯，解放军。解放天津，来，行行行，解放天津，平津战役到后期了，哎呦，正解放天津呢，嗯，正这功夫的底下呜呜打挺厉害，是能看见，哎呦，飞行员过来，嗯，包长哥，啊，包长哥，这个天津咱去不了了，啊，为什么呀？你看，行行行，让将军说句话，让他歇会儿，为什么呀？啊，将军，您老人家亲自问问吧。你愿意，将军，将军啊，啊，还不如那上校。不是，您等会儿，明白了，我给你翻译。翻译什么呀？不是，将军要吃嘎巴菜，你这嘎巴，你等会儿，你去得去，你嘎巴什么？不是，挺大一华北角土，空军美国部咱大头一哑巴，你这摔死多少国军将士？你太刚才就有这个用意，你没听说过？他没有语言障碍，你是没障碍，你怎么教人家？手语啊，你这什么手语？没听说过，特别特别好。哎，当然了，因为他这个哑巴也出了不少的事，那是少出不了啊。他原来当学徒时候就这样，还学徒啊？哎，他原来当学空军学徒时候就这样啊。他坐一辆飞机实事啊，是就他一个人，嗯，就他一人活了，怎么就他活了？就他一人活了，黑匣子摔坏，火没办法。找他问吧，怎么出的事？他不会说话，他手语吗？对呀，手语吗？跟他说，嗯，问你，刚上天的时候，那个机长、飞行员干嘛呢？啊，那他那个女副官干嘛呢？女副官，看记录哈，啊，飞行记录。坠毁前，啊，那女副官干嘛呢？女副官干嘛？那飞行员干嘛呢？啊，啊不，我也来。那你干嘛呢？啊，啊，我也来。我这货没给枪毙了，还发到国军来当教官了。这美国人都什么都这就算流放了。这弄过来就算流放了。没法打胜仗，就剩这也沾着了。人家经过掉多少次飞机，他没死过。你这事看什么？你琢磨吧。哎呦，这回到这儿了。哎，你来啊哎呀，这是啊，我们讲的要是嘎子。哎，送个礼物，给我取来。你这
看飞行员很作难啊，长官你自己探头瞧瞧吧。哎，好，那飞机场炸一坑一坑的，哎是，能玩弹球了，知道吗？多大一块弹球了？哎，你看那劝业场那匾，看了没？大楼。不是，您赶紧回去开飞机去吧。我看您劝业场那匾了，您是啊？你爸跟着？哎呀呀呀！哑巴也学呀？爷没关系的，那看这劝业场那快塌了，就全是尿炕似的，这扒了一下就倒。哎，行了，赶紧滚卖吧。啊，那站着，哎，叫飞过去，飞过去，飞过去，回北京啊，啊，爸爸，哎，北京，当翻译呢这，这叫北京啊。哎呀，行，学聋哑了，这上校一看，行，回去呗，来回去呗，回北京呗，回北京，哎，吃个炒肝也是好你吧。行了，我打了个水瓢似的，别倒我吃了。报长官啊。回不去，我事到如今，我说实话，飞行员全撂了。怎么了？我呀，您也知道，咱们现在剿匪的这个形势，嗯，这么好，亏心不亏心？好，您早丢了。这个我们呢，也确实待遇也不错，啊，三个月发半饷。你三个月才发半个月的工资？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哎，您不聊天。我呢，就跟机场加油那孙子呢，嗯，我们惦记啊，倒点汽油卖一卖。哦，这么干啊，倒点汽油卖一卖。是是，我们把这个汽油啊，嗯，这油桶化妆一下，化妆，哎，当成别的物资运出去卖给解放军。啊，我们这叫中国石化。你这这，这个能用不？别叫这名啊，哪叫这名字？石油啊，化妆一下。是，化妆叫中国石化。石化，哎呀。这因为咱们这飞机呢，本来到天津啊，我想着到天津的天津机场啊，再加半箱油，咱就够回去的。就是的，所以我就带了半箱油啊。这玩意儿，尤其刚才一有气流啊，就费半天。本来到天津都准备迫降，你这这个，现在你要回去也是不太可能了。怎么办？啊！这我们怎么办啊？上校翻译啊！啊，这个飞机，嗯，还能再飞多长时间？本来呀，还能飞个五分钟，五分钟。但是呢，你们副官呀，他开去了，哎，这就直线奔下降了。哎呦我，直线奔下降，是啊，哎呀，哎呀，这倒不容啊。那你们怎么办呀？就是，别翻译，直接说，怎么办呀？哎呀，怎么办呀？这飞机上啊，一共有三个降落伞，哎，我背了一个，我就先走了，你们仨人。自己琢磨吧啊！说完话一踹门，他呲溜他下去了，他先跑了。哎呦，你爷爷这开飞机的，啊，这不是忒来劲了这个啊！哎，你看，哎，怎么奔起来就不往起走啊？你这行了，好玩，欢乐谷也就这样啊！你这得爱欢乐谷，太好玩了，赶紧给叫过来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就俩伞包了，咱三个人，哎，三个人就俩伞包，哎，准有一人呐得办白事，哎，废话，知道吧？哎呀，这样吧，嗯，美军那个。将军起来了，嗯，哎，不，哎，哎，不，哎，少将，我军衔大，哎，我能跟你们争吗？哎，对吧？说着话，枪旗包的跳下去，你这，呲溜就下来，虚晃一枪，什么玩意儿？哎呦，剩下俩，哎，剩下俩人，就一包，一个伞包，哎，怎么办？哎呦，这俩人感情很深的，哎，也是，你琢磨去吧，嗯，给人肩负官，嗯，感情很深。嗯，交情什么样的算深？嗯，一块扛过枪，一块嫖过娼。你行，别说错。一块当兵的，一块扛过枪，交情深啊！哎呀，尤其这人中文也很好。跟你爸爸商量，跟你爷爷商量。我就带着我爸爸，跟你爷爷商量。嗯，我说老陈呐，那你看又来了。事到如今，嗯，就剩下这一个伞毛。哎，你说咱们俩这个矫情，嗯，我也是远渡重洋来的。我要是死在这儿不，嗯，我算是回不了家了。不是，咱这飞机是一长途车呀，哎，咱能不能别这味儿？就说他那个意思嘛。但是吧，那这个矫情，嗯，说着话把伞包拿起来，就这一个伞包吧。要不，还是你背着你这。您怎么这人啊，真是太当时腿当就起来了，可不是吗？奔地一跪，抱着腿，你可不能走啊！就这气性啊！哎呀，李美芬，
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别去！但是我们这是别毛啊，也就是别毛啊。正说着呢，你爷爷跟钉子密判，哎，怎么墙角还一闪包啊？哎，等会儿，不，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这样，不吗？咱俩谁都死不了。哎，怎么回事？还一闪包？不可能啊！俩闪包？不可能啊！不得意吧？啊，就是这样。你偏这一，那说出大钱来，我也把这个伞借下来了。我真鸡贼！哎呀，你偏这一，不吗？你看这是不是？说实话，你爷也背上，你看，哎，一样吗？这呀，这可新鲜了。是啊，呀，你快点啊！俺们那个哑巴将军啊，抱着我的军胯下去了。别！早就该摔死了，不但是哑巴，眼神还不好，背着一挎包就下来了，这怎么教国民党的空军伞兵啊？这连伞包、挎包都不认，还教伞兵？国民党打不赢就在这儿了。哎呦，你看美国人坑了！哎呀，你算吧，行了。咱两个下去吧，下去，咱俩下去，下去哪儿会坐呀？小弟会坐。你爷爷这会儿还玩一个小飞蟹，还有飞蟹啊！郊外的土耳其浴池，也清真寺会合，有钱就花，不过脱险的事儿。俩人噗就下去了。哎呦，哎，今天这顿飞呀！哎呦，小别太好了，伞一打开，一望无际，其实心情很好。你这虽然打了败仗，一看就这么漂亮的风景啊，呵，哎呀，你爷爷双臂张开啊，哎呀 ，every night。这摔死让淹死这个说这意思吧，还有这险心，没关系的。俩人下去，哎，下去之后，找地儿把这伞包给埋了，埋上之后，怎么天津了去不上，那肯定北北了，回北平，回北平。别，没历史常识啊，这说的不对啊。怎么了？那刚才说的解放天津了，对吧？那时候整个华北啊，我告诉你，就仨地儿还在国民党手里：北平、天津、塘沽。哎，塘沽是去不了，北平、天津中间连着河北一大片，全都是解放区。不但解放军有大军，当地百姓跟咱们一家的，瞧你国民党打死你！你跟你爷爷就比不了。怎么又？你也别，军统局派来的啊，老牌的特务，又怎么了？有的是招啊！有什么招啊？有的是招啊！啊，不是穿着军服呢吗？对，美军呢？把肩章、领章、袖章卸了啊，变成一身素军装啊，军便服。军便服啊！啊，到哪儿去？老百姓没见过当兵的啊，这个碰见谁就说我是解放军的啊，就穿着、这个、不就完了吗？穿着这个军服，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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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爷爷行。你都是中国人呢，你穿着你好蒙，旁边还一大洋马呢，大洋您倒是解放军，蒋军哪有这勾鼻子靠眼的，这黄毛哪有这玩意儿，这白求恩是不是红军？别啊，提白求恩干嘛呀？就说这是共产国际的不行吗？共产国际的就说这苏联红军，苏联红军老大哥，就许美军有军事顾问团啊，我军就不能有军事顾问团。你要说吗？有红军的苏联的军事顾问啊，这也倒蒙不去。苏联红军，行吗？那就说你就苏联红军了啊。哎，是，记住了，兄弟，那我就苏联嘞，我就苏联嘞。行了，咱走吧，走吧。哎呀，俩人这平时大虎头军靴啊，看着挺来劲。是啊，走路踏踏的。对，那一翻山越岭不好使，不是干的，脚都磨镣铐。哎。这爷俩，走了一天一宿，瞧瞧，一天一宿啊，没吃没喝，是饥寒交迫，哎，就这样，这他怎么弄上口了啊？这走到这儿啊，哎呀，有一小坟包啊，坟包，哎呀，这一看呢是个新坟啊，新坟，美国人见你给刨开，干嘛呀？万一有口肉吃呢？你这会不会这？变态是怎么着？多饿不能吃人的这个。陪葬的有肉有火腿什么的，没听说过，这埋在郊外都是穷人啊。说这意思吧，这躲开别跑。哎，是我站上瞧瞧。哎，瞧瞧，你爷爷站在坟头上是单高远望。你就行了，就别使这身上了。这远处看见一小村子，哎呦，有村子，看这路啊，七八里。哎，行，眼瞧就能到。哎，有人家。哎，这村子就那么大概50几户人家啊，不大。袅袅是炊烟升起，晚上了。呵，爷爷这高兴了。刀剑吹，啊，你这个黄村长大喊，都饿成这样，那就别走了，说这意思吧，走吧。
奔那儿去，到那儿去天可就擦了分了。可不是，一进村有一第一户人家，等不得了，哎呀，就拍这个门吧。就是他，就是他，这是河北农村地界。对呀、啊，你爷爷刚过去拍门，嗯，让美国这上校拦住。他拦什么？等一会儿，嗯，等一会儿，还等一会儿。我去交问题，我让他去。哪这个河北话比你说的好啊？学门外语多重要啊！哎呀，到那儿去打问，啪啪啪，开门呐！我们是解放军啊！开门呐！这里头听脚步声一响，噔噔噔噔噔，出来一老太太。哎，是。开门之前呢，这问了一声，谁爷？哎，没事。问了一声谁爷？是。问门口是谁呀？对呀。正要开门，问谁爷？美国胜利，赶紧要报名。我叫汤，汤姆还没出来捂嘴了。哟，可不是。我是苏联人。苏联。苏联没有叫汤姆。哎，没听说过。是不是？是。我前苏联名，苏联名。赶紧喊！我叫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康斯坦宁·米哈伊罗。老太太刚把门开开，当就关上了。啥关上了？住不下那么些人。进去。这学苏联都学死行了，这谁让你报全名啊？你爷爷都愤怒了。哎，是是是。废物！报那些讨论那些干嘛呀？直接说简化的。连宁，行行行行，你像吗？我这，我死好几十年了，你这你报不过人，你这。我去，我重脸名，你这我来。什么脑？我来。好吧，开门开门开门。哎，解放军，开门。什么解放军？老太太开门，谢谢。嗯，我是。哟呵。老太太说：“老乡，没白搭这我们，别那么。我们是嗯，工农子弟兵来在深山。别听这叫什么深山，不是调河北了吗？调华北还是调东北去了？我这改北虎山了，这个。说这意思吧，说这意思。老太太就是解放军来了，你人奔礼让吧。一进来看屋子那么老高，一白色啊。”这是谁呀？啊，哈，这是苏联的苏联特别员，不，指导员。哎哎，对，指导员，对，不是特别员啊，特别员，指导员。那别说错了啊，指导员。哦，行，来呗，来吧。哎呀，早就盼着你们来呀。是，那哪个可是啊？早也盼，晚也盼，化妆也，谁知道今日你打不白旗人身染，自己对我来了啊，你那皮鞋啊。这俩人还唱一出，你这什么呀？这都是让进去吧。老太太家一三合院，哎呦呵，两间厢房，一间北房，嗯，就给他平时老太太住在北房里。是，一听说解放军来了，嗯，赶紧给让到北房。军民鱼水情，要不说这个国民党他就赢不了。对，老百姓的心呐，都是向着咱们的队伍。对对对，是不是就给让到北房里去？是是，到北房这么一住去，老太太扭身出去，这俩人呢，跟北房看看，把这斧头战靴一脱，哎是，拿这真的挑料炮。呵，还有炮，跟那还有俩人挑的开心呢。啊啊啊！你轻点啊！早点不就傻了？一个炮，我是中美了，我是中美了。斜眼一瞟，嗯，有一被窝肚啊，是被窝肚上面放着几件啊，嗯，男人的土布衣服，土布的衣服，甭问啊，嗯，不是这老太太她丈夫，嗯，就是她儿子，不是你琢磨这干嘛呀？你看呀，啊，你爷爷跟那美国人一上来，嗯，哎，我说，一会儿这衣服瞧上了吗？啊，咱们可得给顺走啊，顺走干嘛呀你们？为什么呀？哎，行行行，反正不熟。哎呀，行了，啥呀？不熟，瞧咱们这多精神的。哎，行。你别小精神，你废物！咱们穿着毕竟是军装，对，老百姓好吗？嗯，碰见卡子怎么办？哎，解放军帮不了。碰见卡子怎么办？嗯啊，咱们就穿着这土布，咱们就老百姓了，知道吧？嘿，过卡子好过，
不是，你说这都什么国君？你说人家给你吃给你喝让你住还偷人。正这哥们儿老太太一听没什么动静，推门可就进来，干嘛呢？这边进，拿着一笸箩啊，里头呢搁着一罐子开水。哎呦呵，几个呀棒面窝窝头，人还管吃管喝，往这儿这么一放，没有什么好着待的，是是是，就是这个了。是 是, 是，咱们自己人呢也不跟你们客气的，你们就吃这个吧。是 是, 是，老太太扭头出去，哎呦，这俩人说这个。哎，吃吧，吃吧，你也吃挺香。哎，是是，哎，咱们也中国人呢，吃这做操粮细作。你瞧这，哎呦，真香。美国人不行啊，美国人不行。哎呦，这怎么弄啊？是是是，这怎么能，这怎么能吃啊？是啊，想叫那老太太换点好的。哦，正这功夫呢，老太太想到了啊，没个下饭的东西。哎呦，又现给切了半个咸菜疙瘩。你瞧这拿进来了，正进来的功夫啊，美国人跟你爷爷正拿那衣服跟自己身上比呢，还比划呢，正那比划呢。老太太一进来，呀。鼓的衣服呢？鼓的衣服。美国人当时就坐地了。怎么了？我的天哪！我怎么听见家乡的话了？家乡话。这个老太太会英文呢。英文呢？她跟我说晚上好啊。啊，鼓的衣服呢？这叫晚上好。她怎么跟我说鼓的衣服呢？听错了，当时冲老太太一鞠躬，啊，鼓的姨夫呢？哎，这什么？鼓的姨夫呢？还挺有礼貌啊，姓呗，鼓的呗，哎，鼓的呗，咸菜疙瘩，哎，是吃呗，吃吧。老太太走了，哎，是。哎呦，美国人吓坏了，是啊，这怎么办？但是饿呀，也得吃，是是，吃不下去，是咸菜，他美国人吃不了。口袋里啊，掏出两袋那个美军配给的奶粉啊，小袋那绿的军粮奶粉，是是，搅开了，嗯，拿开水一泡，冲点奶喝吧，喝点奶，把这棒面窝头掰碎，掰在这里头，哎，弄成这个牛奶味的玉米粥啊，就在这儿那片儿喝这个，啊，正喝着，正冲奶呢，老太太又进来了啊，这吃差不多，收拾收拾吧，哇，正看着冲奶呢，老太太说话了，赢，鼓的耐摇，到晚安来了，哎呦我去，别说这老外，你爷爷都想跑了，哎，对，他是翻译，一回是蒙上了，是两回呀，老太太不落底儿啊，好家伙啊，说完晚上跑，改说晚安了，哎，是。跑吧，是推窗想跑，是脚上泡太疼了，哎呦，老公，实在是没跑了，对对对，冲老太太鞠躬啊，姑奶，哎，是的，好家伙，行呗，鼓的呗，哎，鼓的，吃饭了呗，收了，哎，收好了，行呗，鼓的呗，哎，鼓的呗，这边看啊，滚呗，啊，哎，老太太英语太熟了，老太太走了，哎，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哎呦，俩人早就关系好了。是是是，这老太太说不定就是特务，哎，是是特工，会英文，是，这要给咱们举报了，哎呦，我们可不好办。对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天蒙蒙亮，哎，对，现在走你也跑不动，是是是，凑合出一呼伦证，是是是，天蒙蒙亮，咱俩就跑，赶紧的，哎，别让他发现了，啊，第二天拿着衣裳，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刚蒙蒙亮，爷跟这美国人俩人换上这身土布的衣服，换好了，推门出去。高抬脚是轻落地别出声，就怕出声，对，俩人四个眼睛不够用的，哎，看哪儿呢，看着没猫起来，谁没出眼啊，这高抬脚轻落地就这么一踩，这脚底下喵就一踩，又怎么了，这个老太养那大白猫那尾巴伸在这儿，一脚给踩太寸了，猫这么一喊，老太太醒了，推门一出来，看踩着猫了啊，说了话了啊，呀，鼓的毛呢，哎，这老太太真不落你，我的个天哪，跑吧，别鼓的猫呢，别他妈鼓的猫呢了，跑吧，俩人一中一阳奔来就跑，好家伙，老太太刚睡醒这么一晒，哎，这两个人呢，怎么穿着我儿子的衣服就跑了，瞧出来了呀，是贼不，哎呀，来人呐，抓贼呀，解放军偷东西了，哎呀，下下抓抓苏联小偷啊，抓苏联小偷啊，苏联冤不冤呢，正这功夫啊，50多个房子，嗯，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呀，800多民兵，嚯，连村庄下这么多人，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带尖带刺带棱带刃带铁丝带绒绳的，蹬子回去来回来过去，好了，这村后来一扫听啊，叫沧州，嗨。哎呦，这时候追呀，倒霉催的，哎呀，后来追喊那英雄留下姓名啊，别走慢点了。
不不跑，这么一追一跑啊，可出了事。怎么了？跑散。哎呦，俩人跑丢了，俩人跑丢了，这怎么弄啊？但是啊，嗯，你爷爷没啊，他高兴什么呀？我带那么一个，哦，也是累赘啊，真是大累赘啊！我带着他，我现如今我是初步副官，哎，我是老百姓，是、啊、他行吗？我怎么解释？长那么老高啊？我说这姚明有人信吗？你这哪有这个啊？怎么说？我不理他了。哎，对，我自个儿来吧，自己逃命，自己逃命嘛。嗯，刚刚发现还是得小心。哎，怎么了就？老牌特务是啊，多么大的经验是？怎么啊？身上有不该带的东西，不该带什么？过卡子一搜给搜了怎么办？我都带什么了呢？搁美式的波克箱，对不对？武器那不行。格劳特，哎呦，可以啊！带的金表，哎呦。兜里揣着一根写字的泰克笔，还是好东西。金笔是啊，这怎么这让人搜着？是没法说、啊，我怎么弄啊？老百姓没啊，对不对？怎么办？行了，刨坑埋了，哎也怪可惜点儿。刨一坑，嗯，把这个金笔、金表值钱了，劳斯丹顿，哎呦，假的呀！僵尸丹顿，哎，是是是是，僵尸丹顿，刚听明白了，八千八件的，也行。啊，这是波克箱，哎，对对，这是八星八箭，哎，行，搁在里头，还是山寨，搁兜有钱，啊，拿出来金元券揣回去，金元券行，美金埋上，美金不行，这就说买点东西啊，啊，四五万块钱美金有吧？嚯啊，你山寨的至于那么贵吗？全加上四五万美金得有，哎呦呵，光扔了挺可惜，是啊，我做一记号啊，别让人给我刨了去，哎，这可别人来小旗儿啊，写上字啊，写此处没有买手枪手表。您还不找一人送了呢？你这边不吃饱撑的。说在这儿，哎，看看这块有什么地形特征啊？啊，地形特征。我们胜利了，我回来掌柜。胜利不了了、啊嗯。行，旁边有一棵大杨树，进去。行，走。你这是哪儿？是华北大平原多少棵大杨树？有拿这当参照物的吗？这个没想好吧？这什么？走，活命就不错了。是，赶紧走。主要惦记着你父亲。我父亲。你父亲在北平城里头。哎呦，你得知道，你奶奶已经重庆了。啊，是是。已经重庆，他一直在北平城里。你爷爷不回去就饿死。哎呦，这他饿死就没有你了。哎，是。没有你不可惜，就没有当今中国相声界。你这话，别往前倒着说了，是不是？啊，回去为了拯救中国相声，你爷爷义无反顾回北平。回北平。屋就往回走吧，又走了一天一宿。哎呦，哎呀，走在这儿，嗯，看你牌子啊，有牌子，墩子上面写着三个字，写什么？马驹桥，马驹桥通县。哎呦，到了通县，马上就进北京了，真不容易，太好了。是啊，接着往前走吧，再走。这一天跑的，嗯，脸上都泥，那是肯定的，都泥，是是是，一身的土。哎呦，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对，抱着腰往前跑。哎呦，往前跑，嗯，哎，这怎么弄啊？嗯，跑到那儿，自己哎，还挺美。啊，这就是农民了。对呀、啊，你看这一身土，一身的脏。是啊，农民，哎，太好了。对对对，碰见傻子我也不怕了。对，是能扔东西我都扔了，没有了，对不对？哎，走走，奔前走。嗯，正好赶上解放军的卡子。哎，小当兵的，嗯，背着枪在那盘查呢，都这样。你爷爷呢？这半天一走，本来呀、啊，老百姓人也不查。是啊，他半天一走呢，嗯、让咱们心里发怵，还有害怕，这什么卡子？哎，对，过去不过去？你不过去，过去不过去？嗯、自己琢磨这过去或者不过去。是啊，自己呢奔前溜达，真、走到卡子门口，当兵也瞧见了，决定不过去，不过去，回去，回去，回去。而这还老这，这一老废物嘛，这你想明白了再走啊，这哪儿走跟卡人走一对联一种。我当兵的疯了啊！是，我脸上有什么？对对是，把枪摘了。是，摘上。哎，得，哪部分呢？那哪部分？哪部分？你爷爷他跑不了了，回去。报告，你不报告？那你点，你报这个。老总，老总，还淫笑啊！我就是当地农民。你先先先先先。这军统怎么教的呀？这都对，当这农民们当兵拿着枪啊！哎，你这都逗乐。编，哎，接着编。是是。嗯，我跟你说，哎，化妆潜逃的反动派我见得多了，是像您这么笨的，哎，少。我又该取义了。别废话，嗯，滚。哎，得，哎、拿枪一比划啊。还没有话，哎呦，还行了，走，得走，带着连部去，没跑了。连部什么地儿呢？嗯，过去一地主家大院。哦，大院。哎呀，大院，
这个把地主打倒了呢，嗯，把他的土地抢过来说收回来，收回来，哎，人民在那啥，分给大家，哎，对对对对，分给大家，对 对, 对。然后呢，这是这个什么呀？嗯，就把这个地主家大院啊，就给占，不是占，就征用了，哎，那叫征用、啊，征用，哎，占领连部连长那正画作战图呢，哎呦是，政委那正给上级打电话请战，对对啊，首战用国，用国必胜，哎，那请战，哎，这行，打北平了吗？是不是？对对对对，请战。嗯、正在工夫当兵的鸭子捏着进去，进去，哎呦，进去，干嘛退什么？一进去，连长在底下坐着，啊，旁边政委，别进来一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兵赶紧报告，呛一杯，报连长，抓着一缺心眼的特务，哎，是，确实不机灵，什么的，特务就特务，哎，都是中国人吗？干嘛侮辱人家的人格啊？这么干嘛说人家缺心眼啊？你去、哎、那个面壁思过。哎，不错呀，真是讲气，真是。哎，这过来，哎，蹲那，哎呀，蹲那，刚才挺客气，蹲那。啊，你是反动派啊？哎呀，这，哎呀，军统还卖萌呢、啊，你这绝对是。军统错了，合着意思吗？啊，吓傻了，不会说话了。哎呦，别跟这儿对，哎，啊，卖萌可耻，知道吗？谢谢谢，咱都看过吧？啊，卖萌可耻。你是特务、啊嗯？不是。哎，报告连长。哎呦，报连长，我是当地农民。来这个，给你捆上来才好呢，你这。连长端杯水啊！嗯，啊，看农民，是是是，嗯，教又教为当兵了，嗯，这搜过没有？有，还没搜过。没有，搜搜。哎，行，这时候你看着我爷，见黄河不掉泪啊！该扔的都扔了，你该扔都扔了，搜吧，随便搜啊！就过来搜。哎，两盒老刀牌新高乐，哎，这人自己买的啊！一打子金元券，人自己挣的。一副梦露的黄色扑克牌，这他自己做的。这不是你们，不是有这样的军统特务没有？挺贵，金表金礼都扔了，留副黄色扑克牌。你这干嘛呢？这是琢磨什么化妆？有几个原因？什么原因？第一点就是限量。你这。别提这些，全球编号，你这编什么号？第二，这是那个美国上校送给你爷爷的一个信物，什么信物啊？这个，哎，信物，友谊的见证，还见证？哎，送这么一东西，还有一样最重要，怎么着？你奶奶不是去重庆，拿这当相片看是吗？自己人很寂寞呀，行，别不看现在，你现在弄一快船，你弄个片儿看，哎呀，行，别过去就翻翻扑克牌得了，行，我知道几张扑克牌一抖啊，当动画片看，你。说这意思吧，说这意思吧。嗯，哎呦，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嗯，哎呦，这个，哎，这怎么解释解释吧？饮料吧。报告，长官。哎，是，这都是我捡的，还捡的，捡的。你看你穿的也不错。哎，是啊，粗布裤褂。哎，对对，白毛巾缠头。嗯，一身挺脏。这是啊，我给解释解释。嗯，美军空军的军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这太傻了，这脱衣裳没问题。哈，报告长官。嗯。反动派身上扒的，哟呵，我打死这反动派！哎，真能折说，就你们找去，可能找尸体，你大高个儿，长得特白，不知道美国人，我给打死了。你这个派，打死我从他身上扒的，哟呵，大高个儿，那鞋就这么强。哎，这嗨，啊，不是这怎么能行？你小别提这能行，别掰啊！就说这，你找尸体，找着就证明我清白。哎呀，清白的，不用找，嗯，带进来啊！一说话，嗯，俩当兵的压着一。洋人穿粗布裤褂，美军军靴进来，一进来说了句话，你爷当时就哭了。那怎么着？啊，老陈，你爷来了，全脸上。哎，不少。潘金莲、西门庆，潘金莲爱西门庆。宋王之间陈设四个花篮。上海真流氓协议众北京女流氓货送王的陈硕各20包里面海淀妇联海淀妇联来了啊打官的合适送王的陈硕6个花篮吴瑶王威送王的陈硕10个花篮车厘子送王的陈硕10个花篮
丰林张先生送王子健陈硕十个巴掌。深圳的朋友，你说是谁？你送王子健陈硕五个巴掌。懒猫还懒猫呢，懒猫送王子健陈硕俩花篮。切糕哥哥看见你我就饿。河北保定的董荣小姐，董荣小姐肯定是女的啊。送王子健陈硕五个花篮啊，我佩服董荣小姐，有我的命。把这些玩意儿藏起来。实在干不住，咱们翻场啊，说一个小段是，赶紧我得瞧病去了。对对，床戏都拍了，我得赶快去新兴。你床戏都拍不孕不育了，新兴像话，后裔知道吧？啊，东大都行。您还是瘦啊。腰，你呀呀，瞧瞧腰！谢谢大伙儿，抓紧说一个小段。是是是，说实在的，就我这个搭档，好合不容易。哎，是我。这当然了，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好？从小是文艺青年，是吧？文青，哎，文青。小时候不觉得啊，上小学、上初中那会儿，是普通青年。是。后来大一点，文艺青年。全是金的。哎呦呦呦呦呦！我这那什么什么的，这二什么什么的青年是吗？是吗？什么叫是吗？二什么中？不，你就没那么回事啊！说这意思吧，文艺青年。哎，对，从小啊，尤其是，有一个台湾作家对他影响很大。台湾作家哪位？三苗。三苗是谁呀、啊？三毛。三毛。哎，三毛。三毛，三毛对他影响很大。对，三毛跟他的老公外国人，哎，他们俩年纪差距很大。对呀、啊，哎。老妻少夫，是他那会儿就憧憬这样的生活，哇，憧憬这样的生活啊！二十出头，哎，想找一岁数大的，哎，比我大，但是二就是喜欢姐姐吧，哎，就行，喜欢御姐，想找一个不用自己还御姐，御姐干嘛呀？就比自己大御姐吧，比自己大，就是梦里想找一御姐，梦御姐，你这是这个。很茫然，你说这人很茫然，一直道歉啊！我怒好，我怒好，你还说怒好？说吧，就是做梦想找御姐，行的，大几岁了？大姐姐，找个姐姐吧。是。后来呢，真找着了，真找。他那年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二，找了一个比他大还不太多。对，46。你认一干妈去是吧？46，俩人一块儿都。一块儿吧，这个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能够怎么不错呀？那你想啊，年轻轻的，对不对？身强力壮的，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啊！你这什么形容词儿？这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后来啊，人家要求一份稳定的生活啊，那是人家到岁数了，不能跟你小孩瞎折腾了。对呀，走了，哎，早点走了。说是分手了，嗯，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正式跟他说，嗯，是短信，是电话，是你哪怕来封信，来个 email 了啊，没提这事儿，那人不见了。哦，消失了，他也沉沦了一段时间。哎，后来幡然醒悟了。嗯，还是啊，不能找岁数大，不靠谱，年龄是差距。对，啊，找一岁数差不多的。是，找一年龄相仿的。嗯，哎，俩人处朋友，这多好。哎，处朋友，但是呢，一直很纯洁。哎，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嗯，就在准备发生的这天。哎，在陈硕他们家，啊，陈硕那姑娘一吐口说行了，陈硕啊，洗澡去了，哎，是赶紧洗澡去了，哎，这不懂玩这小鸭子，小鸭说，你知道吗？今天我成功了，你这也行，我多大了这是？洗澡吧，正这功夫怎么那么寸？怎么着？手机可落在外屋了。是啊，那姑娘拿着手机正玩游戏啊，本来什么都挺好。是啊，那姐姐给她发短信了。真没眼力劲儿！那姐姐也是觉得自己这么走了也不好，哎，就跟小伙子一句交代都没有，嗯，啊，干脆跟他说一声吧，哎呀，给他发了一个分手信息，大概内容就是说年龄差距太大，是啊，我岁数太大，就大概这么一信息，发过来之后，你那女朋友一看，你洗完澡出去人都没了，找不着，怎么回事？找不着，因为这条短信，这女朋友也不跟你好了，为什么呀？姐姐写的太损了，写什么呀？分手吧，啊，你实在太小了，太。
深圳的朋友送全体五花疗，上海真流氓协议中北京女流氓送全体二十花疗，净流氓车厘子和不能到场的樱桃送全体十个花疗，叮当当送全体五花疗，电脑前的白痴猴送全体二十花疗，车厘子送马蹄五花疗，谢谢。给樱桃唱首甜蜜蜜，暗影猫送马蹄两花疗，丰年张先生送马蹄五个花篮。那么今天花篮呢，我就是在大家退役前给大家唱唱。好，好，好，也得接触，就是帮我，我唱一个呢，比甜蜜蜜好的，我唱一周璇的，你们听的少，别人也不敢拿啊，这活叫夜上海。越喜欢，您别看这嗓子，这形象真的像周璇。周璇靠穿那开了四大罐，敲金边，高跟鞋，软烫头，眼睛非常大。其实他的眼睛是拉的，有点漂亮。这小子一唱这样，一上海大乐队啊，架子鼓。那时候没有吉他，有 saxo 的管，有叫 saxo， 有黑管，有提琴叫 violin， 有大摇高的贝斯，有小号叫 trumpet。开始小号，我教不了，我给你教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发灯起，歌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的辛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所住境。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呼天呼地走过了金宫，不不不不不不，酒怎么浓这年真呐、啊？大家归去心儿灰，那转动的车轮，谢谢。相声剧很少有俩小时的，